国际间对于细胞治疗用于软骨增生的研究已长达数十年，经过多年追踪后，可发现软骨修复再生甚至关节弯曲角度的改变，利用间质干细胞具有增殖成软骨细胞的能力治疗软骨损伤，不仅效果好，而且延缓需要置换关节的时间，同时也保持关节软骨的寿命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点国语一台以及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干细胞技术让关节再生不只是梦想。